用你最喜欢的颜色为你画一幅画吧。星落，一剑。为了执行方舟计划，格雷修独自一个人在宇宙中漂泊了很多年，如今他终于重新回到了大家的面前。怎么说呢？让我感觉就像独自出行的女儿，过了很多年突然回到了家里。看到她成熟的外表，可能会让大家感觉有一些陌生，但是像以前那样安静的性格又让人感觉很怀念。相较于其他英姐，格雷修的经历或许没有那么跌宕，甚至可以说有些平静过了头。浩瀚深邃的宇宙在他眼中有斑斓的色彩，却也鲜有回应。大部分时间他都是担任着一名旅行家的角色，去见证，去想象这颗星球上曾经所拥有的一切。我们设计的时候就在想啊，虽然独自在宇宙中旅行，但是它纯白的底色是不会变的。为了行动方便，他也会在衣服上挂一些旅行用的小道具，比如说像星盘啊、天文望远镜这类的。身上还有方便记录见闻的画笔。跟以前相比，他的发饰将头发的一侧别了起来。或许在这一段旅途中，他无意间慢慢地靠近了父母的身影。这场漫长的星际旅行让格雷修获得了成长。如今她不再是那个走路都会踉跄需要被骑士先生保护的小女孩，她将拿起新的武器，形成一套不同于以往的战斗风格。为什么会是光剑呢？这或许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。在启程之前，维奥威曾经赠予过他一柄外形为钢笔的激光剑，而且在方舟上装载了许多影视作品。在一遍又一遍的观看中，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，用光剑战斗实在是太酷了，这不愧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。所以他找到了那柄光剑，学着电影的样子，一遍又一遍练习起了其中的招式。这次我们尝试将格雷修的钢笔和光剑结合了起来，钢笔给人一种锋利和成熟的感觉，结合光剑的帅气，让这个武器跟长大后的格雷修更加匹配。我们给予了他这样极富有星际元素的武器，于是突出星际元素这一概念就成为了我们设计的灵感来源。长大后的格雷修作为首个星辰属性的角色登场，那除了全新的属性克制关系之外，我们还为他设计了星辰化技能，在应对星辰属性的敌人时将发挥奇效，让他更加轻松化解各种危机。这段星际探索很漫长，而在此期间的格雷修自学了一些简单且实用的剑术技巧。战斗的时候他无疑是沉稳可靠的，一套动作下来高雅且简洁，但进攻性极强。他手中的光剑可以在单剑与双头剑之间来回切换，单剑灵活且利落，而双头剑迅速且攻守兼备，使得格雷修的攻击几乎没有死角。在必要时，光剑也可以将敌人的攻击弹开，作为化解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。星际的元素不仅仅是光剑，更有星辰宇宙，因此我们将宇宙中飞行的星体也融入到格雷修的必杀技之中。开启必杀技后，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，随后格雷修以自身的剑技引爆陨石，从而重创敌人。小光，长鸣。闲暇之余，格雷修依然习惯安静与独处，他也会像小时候一样拿起画笔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除了外表的变化，格雷修和过去的自己没有多少区别。虽然按照心中大人的样子为自己制作了全新的战衣和战靴，但他还是更习惯光脚踩在方舟的地板上。许多成年人在意的事情，在他眼中似乎还是无关紧要的小事。寻找火种燃起的土地并不容易，但也正是这样，他逐渐体会到了文明的珍贵。那些懵懂的情感随着时间变为一种逐渐明朗的使命感，最终凝结成他再次出发的决心。他会将人类的火种、人类的希望带往遥远的宇宙，如同在黑夜之中点亮繁星。总有一天，
我们会抵达星海的彼岸。